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天使对新宠儿二刀流大谷翔平，春训热身赛先发出战酿酒人现出赴美初登板，原本预计头二局大谷大联盟初体验就哀轰，今天主投一局投了31球，被乔二安包含一发阳春炮失两分，送出两次三振，一次保送。大联盟初登板虽然表现平平，不过飙出97英里、156公里、公里速球和两次三振仍获得肯定。大谷翔平迎来大联盟首秀美联社。大谷翔平小局面对手棒维拉 Jonathan Filler 就先被敲出场地规则的二垒安打，接下来三振掉了下棒 Nate Off 对韩籍打者崔志万投出保送，面对下一棒时却发生爆头，捕手马杜纳多 Martin Maldonado 又发生传球失误，让在三垒的维拉跑回本垒拿下酿酒人第一分。不过大谷接下来三振菲利普斯 Brad Phillips结束惊险的半局，没想到次局一上来，大谷就被酿酒人外野手布洛克斯顿 Kian Broxton 逮中一颗偏高的直球，一棒将球轰出左外野，助酿酒人再添一分。之后让下棒打者击出左外野飞球接杀后，大谷便下场休息，改由泡雷迪斯 Dudu Parrots 接替投球。大谷被酿酒人第六棒布洛克斯顿敲出左外野阳春炮掉第二分，下一棒 Nick Franklin 打出左外野飞球接杀后就被换下场休息。美联社大谷翔平天使处女秀就哀轰，总计先发一局被敲两支安打，送出两次三振，一次保送，失两分，一分则失，防御率6.75%。